第十二题，使用右图中的简单机械，施力 F 使重量为 W 的物体等速度上升，则利用此简单机械吊起物体的目的是下列何者？题目上所示的简单机械是定滑轮。我们上课教过，定滑轮不会省时，不会省力，但可以改变施力方向，方便我们做工。所以第十二题问我们说，则利用此简单机械吊起物体的目的是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。可以改变施力方向。